常用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词啊单独用也可以，对不对啊？那我们要知道，像我们学语言的话呢，有一些常用的必不可少的，就属于像这类的，我们就要把它学好。比如说把撇漏嘞是为什么，也可以说把漏嘞，那个撇想放也可以，不放也可以。把漏嘞怎么了，为什么呀，啊，把撇漏嘞为什么都可以哦。好，那如果你的基础是差一点，那没关系，你就用简单。我这边呢介绍了啊15个句子，前面10句呢都是比较简单，后面5句呢就稍微难一点点。那么你当然已经会单词，那么就可以用这个来学一学句型。如果是还没有学过的，也就可以来学一学单词哦。好的，第一个，为什么不去，那么它的用法，把撇漏不去，去是多啊，没多嘞，把撇漏没多嘞，当然也可以说把漏没多嘞。好，为什么不介绍啊，把撇漏没没色嘞，不介绍，介绍是没色啊，所以是把撇漏没没色嘞。好，为什么不拍照，哎，你说那么美，为什么没有拍照来，把撇漏 double 没爱嘞，Double yai 是拍照的意思，那不拍照 double 没yai 哈，所以就变成 bapsilo double 没yai 嘞。但是我们要注意，它的句尾词全是嘞哦，因为它是把这个为什么 bapsilo 跟嘞把它分开来讲的哦。好的，为什么不批评？那么批评这个词，我们说 weipan。那么为什么 bapsilo 没 weipan 嘞？不批评。把撇漏没微盘嘞，为什么不打电话呀，把撇漏，那么打电话是风色，没打电话风没色，打嘞可以放一个打字，因为它这是一种惯用的一个句尾词，本来呢也可以说把撇漏风没色嘞，没关系，也可以说把撇漏风没色打嘞，都一样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请再看哈，那像第六句，那我们说为什么不起床，不舒服吗，把漏啊，把撇漏，然后起床哎呀他，那么不起床哎呀没他，打嘞，你看这打嘞又来了哦。那么所以我们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哈，这个打字你都可以讲哈，所以这里这个打把撇漏啊，把漏哎呀没他打嘞，把漏哎呀啊，没他嘞，都一样啊。不舒服吗？不舒服，你们搞。然后妈，你们搞啦，这样。可是因为这是不确定的一种句法，那我们就要说你们搞漏啦，你们搞漏啦，要用放一个漏字，是因为不舒服吗？这样就是说不确定的这种的问句，我们就要说是漏啦。啊，妈阿漏啦，是因为没空吗？所以是这种句型啊，把路哎呀么差了嘞，你们搞路啦。好的，那我们接着看啊，为什么不去唱歌呀？把路啊，然后唱歌的钱数啊，然后去唱歌的钱多数，然后不去唱歌的钱没多数。当然这里的钱多没数也可以，反正两个是动词，这个么字怎么放都可以哦。的钱没多数打嘞，可以放打，也可以直接不放。的把路的钱没多数嘞，也没关系啊。好的，那下一个，为什么不回家呀？那把路，那回家哎变，不回家哎没变啊嘞，把路哎没变嘞。好的，下一个，为什么不讲话？怎么你们两个吵架了呀？把路把撇路啊，是嘎么彪嘞？是嘎彪讲话不讲话？是嘎么彪嘞？好，好的，再来第十，为什么不坐这里啊？坐这里把撇路，这里的嘛，坐是太啊，那不坐那就是没太啊，没太嘞，把撇路的嘛，没太嘞，为什么不坐这里？好的，来我们下一句，这个会有点长，为什么昨天没有请假，把路昨天没你、啊、请假是困难、啊、不请假没有请假，所以就是
会么大嘞，有没有记得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放一个大字，会么大大嘞，当然放不放都没关系哦。八六门内会么大嘞，八六门内会么大大嘞。好，十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八六这样的事，滴落给啥？哈，滴落这样给啥事情？滴落给啥发生撇啊？八路滴落给啥撇打嘞？八路滴落给啥撇打嘞？为什么员工总是争吵打斗？八路员工 win ten， 但是因为很多，所以就是 win ten doi 哈。总是就是常常，我们就用 amie 这个词 amie， 然后争吵 sgamia 啊，这个只是没有动手，只是争吵，那我们就 sgamia， 然后打斗，打斗就是实际上有打人了，这种有带动作了，我们就说 yampie sgamia yampie 打嘞，八路 went and we amie sgamia yampie 打嘞，哈。为什么他常常毁坏别人的名誉呢？就是尽讲别人的坏话啊，这样子。把片路 do 也是用常常啊，咩？刚才那一个哈 do， 然后人家的、别人的这种词，我们就要用说 do 咩耶，别人的 do 咩耶。名誉呢，其实就用名字 name 哈，然后再加一个故字，因为是这个是宾语嘛。度名耶南美国撇打嘞，那我们要注意撇这个词哦，就是毁坏的意思。南美撇看呀嘞，他被、他们那个被毁名、那个名声的啊，比如说这样，那我们就把撇落度阿咩度名耶南美国撇打嘞，其实就是简单的讲讲人家坏话也是南美撇哦。好的，最后一句。为什么还需要聘请员工呢？八撇漏啊，聘请员工 went and can 啊，然后需要是漏哈漏的漏的嘞，还需要啊漏的嘞还哈、啊。然后这边呢，我们每次说有用需要这个词的话，要加一个介词叫做 po 啊。比如说你不需要去，多 po 么漏不啊啊啥 po 漏嘞要吃啊啥 po 漏的。啊、可以这样讲，现在也是看破漏的嘞、啊、明明这个世道那么不好，为什么还要请？把片漏为天看破漏的嘞。好，今天的标题把片漏把漏一定要学会哦。